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字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小解这字，就是八，这个八就八八，无旁的意思，像讲门关无八，冒真哈真刀言的意思，像讲咱的个性加八。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八杯，这就是小歌有跟那无，像咱讲八杯啊甜，八杯啊笑。第二个词就是八母，这个八母会当讲是含八杯同款的意思，像讲天嘟嘟拍扑光，咱就会当讲八母啊光。另外，够一个起蒙。的意思，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两个人交情实在有够好，天一个麻布啊光，小瓜麻布啊麻布，因着烧酒去拍篮球，两个人感情实在麻麻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麻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